在鼹鼠拥抱在阴天，我阴天天只要真挚去说一些些种种人能理解不一样的王国、哦哦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放歌能提前开始。今天好漂亮。因为今天拜拜。看见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他可喜欢我，是吧？拿我当垫脚石是吧？监工呢，这是去工地干活吧啊，去监工。在偷看粉丝吗？先出来给大家一个惊喜是吧？对，我说先就行，肯定我先一下都没人发现。对。他在偷看粉丝。我整个人好晕，真的，我肯定会收地图。对不起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就不要小心吃到我的指甲。不会的，我的指甲会伤人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说准备好一半了，再聊上吧。可以的，加油。周周这一套好甜啊。这套很甜，这明明很性感。这杨幂的衣服。发现我真瘦了，我穿她的衣服显大。天哪，不可思议，我竟然要比杨幂瘦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看你这个衣服上还有一个兔尾巴。对，是我最美。啊，好可爱啊。这首歌就是小兔子是吧？对，特别可爱。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接下来争取的风格。刚才我说了，我说三个词要帅气、清新、性感、优雅的是吧？我是优雅。那你自己说。我说的是魅惑。希望大家多多鼓励他。言外之意啊。帅气的周周。Oh!
个深是吗？啊，是啊，九尾狐。只有四条尾巴，四尾。算上那个飘带有六条。我去拿相机给你。原地等待，原地等待。除了这里面还有个那个铜的剪，得用手掰一下。啊，不然它会很松。就它里面打了一个，这个是最轻的。上周这首歌是学院风的衣服是吧？是的。今天这个比较，今天不知道穿什么，没想好穿。第一个就是找不到搭配，但这个也挺好看的。对，是蛮帅的。每次感觉你跳这首歌就变得很刮。周周说你形容他那个浅呼吸那个舞台，他说你形容的不对。是的，你说他优雅，他说这是魅惑。啊，魅惑，那也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区别。魅惑优雅。他觉得不准确。他觉得不准确。对。他自己说的吗？嗯。老这样。就是你们上一次表演这首歌是在金曲嘛，然后现在这一次又表演了，有什么感觉？就感觉觉得衣服真好看。杨幂这衣服还怪好看的，跟你就是好搭呀。因为你俩是一个调，我们都是那种一个布料。哎，小心杨幂。就吃这么点儿，吃不下。对，老吃不下饭。我们两个，我吃了快一碗饭，他一直前碗吃完，一吃的半口，真是吃不进。等会儿吃点水果，等会儿结束再吃。好。
持啊。第一次主持吗？挺棒的，有点小小天赋哈。啊，确实确实确实真的开始在那翘翘辫子。我以后主持演唱会怎么样？哎，可以主持我们的青春盛典。可以啊，可以免费吗？可以看到荧光棒，我的闪光灯会闪。好，等一下我拍两张。我拍照技术很好吧？比你好。哈哈哈哈哈。Hello。结尾的时候台下嘉宾干嘛了？又干嘛了？又干嘛了？没干嘛，没干嘛，啥也没干。我看到你一点都不累的样子。杨娇太会说话了，真的，语言的艺术。真的，我看到你一点都不累的样子。你觉得我看着累吗？你看得很精神。来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好。是不是到了六张了？一直在踩我的脚，是吗？踩了我两回。来，三二一，好。都挺好看，都挺好，都挺好。好的，让大家去选。好的，那你挑。非常好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们要签名的。啊哦哦，这样拿，签完。就这样啊。对啊，那这样结束了。啊，期待你们下一次巡演。期待我们下一场，我们下一次杨江钦定的下一场。确实。对对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辛苦辛苦。一所小学，是小学吗？还是？一支笔就完。嗯、哦，厉害。叫啥？蜡笔小新。嗯。然后他是那个，哎，我江哥来了，小马尾的。女版的。对，女版的，就他cos累了，你看他cos了所有的。啊